人的一生马不停蹄，追求自己所爱，到头来最不能忍耐的就是静下来。静下来，好好发个呆；静下来，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；静下来，好好感受身边的一切。赶忙的节奏或许让您提早抵达终点，但是鲁莽也可能让您走错方向，欲速则不达。反而沉稳而踏实的脚步一定可以让您把事情做对做好。唯有心静才能心定，唯有心定才能心清。心静了才能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心清了才能照见万物的实性。累了就静静地休息一下吧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休息是为了享受更美好的生活。